请大家欣赏由南京大学的美国留学生傅杰给您带来的中国功夫。李刚，你知道中国功夫吗？知道。那你知道是谁让中国功夫 worldwide 的？李小龙、成龙。你知道的挺多的啊。中华武术源远流长，是无比宏伟的华夏乐章。傅杰呢，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化，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中国武术，武技可以用一个字形容，就是 wonderful， 绝对不逊于李小龙哦。仔细来看，全是中国